Hello， 大家好，你好啊！今天是2020年9月1日星期二，话咁快咧，八个月就过咗去啦。寻日咧 ，Siri 都讲啊，今年啲时间咧又过得好快，又过得好慢。今年嘅目标咧，唔知道大家有几多成已经做到咗啦？如果仲未做到嘅，加油啦！仲有四个月，最紧要咧系 keep 住团火啊！有啲嘢咧，一日未达到目标咧，我哋都唔可以放弃嘅。今天的主要內容是想解答兩位網友的問題，兩個問題都是關於 Wallet 的，我覺得這兩個問題都非常好，非常實用，還可以解答到很多加密貨幣初學者的疑惑。在開始講幣價之前，大家都可能留意到這個 channel 的 subscribers 終於都過千了， yes！ 之前講過的計劃都會一一實行的，上個禮拜問過大家究竟開 TG Group 好啲定係 WhatsApp Group 好啲，都是勢均力敵，但是 TG Group 好像都是多少少人，所以我哋應該會開 TG Group 先嘅。我依兩日都研究緊一啲細節嘅啦，究竟開放嘅形式啊，開放幾耐啊？呢啲問題我都希望星期五之前可以決定到開放俾大家加入嘅。另外之前咧講過有計劃做 BTC giveaway 啦，呢個一定會做嘅，大家放心。giveaway 嘅形式同埋細節咧，我都諗緊，大概咧應該會喺一個 live 度做埋呢一個 giveaway 嘅。實在咧有好多好多嘢想做啊，要知道咧呢一個1000嘅訂閱咧只係啱啱嘅一個開始啊，就好似我哋嘅牛市一樣。即刻望一望幣價先。好啦，又見到呢幅圖啦 ，Trading View 嘅呢度，而家比特幣現時嘅幣價咧，啱啱去到$11,901啊！你見到咧，啱啱咁啱得咁巧咧，我哋錄影嘅時候咧，就去到呢條紅色虛線嘅呢一度啊！希望咧今次可以突破到啦，我哋講咗幾個禮拜噶啦，九月中至九月尾咧，如果真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嘅話咧，我哋期望咧可以去到呢一個13,600呢個位啊，呢條綠色線呢一度啊。首先咧，第一件事咧，我哋要衝破呢一條虛線11900呢度 ，exactly 就係我哋而家企緊嘅呢一度啊。BTC 的形勢咧，同我哋之前講都差不多啊。今日咧想望一望呢個 ETH 啊。ETH 方面咧，今日有一個大嘅突破啊，由最低嘅432咧，一升升到嚟而家嘅460+啊。見到咧，佢扭轉咗之前嗰個趨勢啊，同埋咧都突破咗之前八月中個阻力位，大概係440+呢啲位啊。跟住落嚟咧，就好似之前咁講啦，下一個阻力位咧就係480+啦。睇個圖咧就十分之靚仔啦。如果 BTC 可以升到13,000+嘅話咧，佢去到500+咧一啲都唔出奇啊。除了比特幣、以太幣之外，其他 altcoins 都升得不錯。上幾個星期同大家介紹過嗰只 SNX 都差不多升到去我個目標價7,500嗰啲位啦。今日嘅幣價暫時講到嚟呢度，我哋講講 Wallet 啦。我諗大概幾個月前啦，你我都同大家解釋過 Cool Wallet 啦、Hot Wallet 啦，同埋點樣去應用一個 Wallet 嘅。今日除咗解答兩位朋友問題之外都想補充翻少少資料啊。放心，唔會太過 technical 嘅，我都係注重一啲應用性或者一啲人聽得明嘅語言多啲嘅。首先提提大家好重要嘅一點先，就係大家熟悉嘅 Seed Phrase 咧，即係嗰12個、18個或者24個英文字咧，愛嚟 back up 大家 Wallet 嘅英文字咧，大家千祈要收好。如果唔見咗嘅話咧，世界上邊冇人可以幫你揾得翻嘅，你個 Wallet 入邊嘅錢咧就會永遠咁流失噶啦，直至到你諗翻起或者揾翻為止。講多少少呢個 Seed Phrase 係點嚟㗎啦？喺加密貨幣世界或者 Bitcoin 世界裏邊咧，有一個 standard 咧叫做 BIP39 啊。BIP 就係 stand for Bitcoin Improvement Proposal 39，即係話咧之前有好多唔同嘅 proposal 啦提咗出嚟，關於究竟我哋可以點樣 recover 我哋嘅 wallet 咧。其中呢個第39個 project 咧，最終咧就得以廣泛使用。而家多數嘅 wallet 咧都係用咗呢一個 standard 嘅。在这个 proposal 或者 standard 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 list， 有一个2048字的英文字母 list， 就是这个 list。普遍来说 ,Seed Phrase 有三种不同的长度，一是就12字，一是就18字，一是就24字的。字数越多它的 security 就越高。大概如果你是12字的 Seed Phrase 的话，大概的 combination 就有2^132次方。那个数是多少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一個很大的數，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可以估得到出來或者拆解到的數，就是說那些 hacker 是很難甚至乎不可能可以 hack 到你的 wallet 裡面的。換句話說，回到剛才的說法，如果你不見了你的 Seed Phrase 的話，基本上沒有人可以幫到你的，這個世界上
好啦，讲完呢啲基本资料之后咧，我哋望一望网友嗰条问题系咩咯？第一条问题系咁噶，如果 Botching Wallet 呢间公司执咗或者突然间 close down 咗，咁点算咧？我个 wallet 会唔会用唔到咧？首先我哋要知道啦，呢啲 software 公司或者 wallet 公司咧，都唔系嗰个 wallet 嘅拥有人啊，你自己先系嗰个 wallet 嘅拥有人，所以咧佢哋执唔执笠或者存唔存在咧，对你 wallet 里边嘅钱或者 token 咧系完全冇影响嘅，你个 wallet 咧永远都会存在喺 Botching 上边，点样会消失咧？就系成个 internet 消失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消失啦。有啲 wallet 咧可以直接賣歸另一個品牌嘅 wallet 入去嘅，但係頭先都講過啦。既然呢個 BIP 39係市場上邊公認嘅 standard 啦，咁究竟可唔可以揸住嗰12個、18個或者24個嘅 seed phrase 去直接 import 去其他嘅 wallet 度咧？今日試試啦喎！見到啦，呢度就係 Botchain 啦。咁我之前咧就已經開咗個 wallet 噶啦，咁而家 login 翻入去睇睇先。呢、这個就是我的 wallet 啦，入邊咧就係乜都冇嘅。本來咧我都想 send 翻少少 BTC 或者 ETH 落去俾大家睇得清楚啲嘅，但係咧而家個 gas price 實在太貴啦，我都放棄咗。好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去 security 呢度啦，揾翻我哋個 seed phrase 出嚟先。咁呢度啦，見到啦，1234567891011212咧就係個 seed phrase 啦。今日咧我做一個示範嘅，即係大家嘅 seed phrase 咧，記得唔好公開俾其他人望到啊。咁咧其實咧我之前已經記低咗噶啦，咁我就唔做呢個 backup 啦。咁我哋咧要做嘅咧就係去呢個 Magic Mask 度咯喎。咁開始啦，呢個咧就係喺呢個 Google Chrome 裏邊一個好出名嘅 Crypto Wallet Extension 啊。呢個 wallet 咧淨係 support ERC20 嘅 token 嘅啫。咁開始啦喎。咁呢度就話啦，如果有 seed phrase 嘅話咧，就可以 import wallet 啦。其他就要 create 一個新嘅啦。咁我哋 import 啦。咁 agree 啦。呢度就係提供啲資料俾佢啦，咁呢度填翻個 seed phrase 咯喎。好啦，見到我兩個，見到個 seed phrase 就喺度啦，咁就打翻入去啦。中間咧每一個 seed phrase 裏邊咧都要留翻一個 space 嘅 ，D I T S O N S I G H T D T D R E N N A O C T O P D R。好啦，咁就 set 翻个 password 咯喎，咁啊求其 set password 啦。呢度咧提提大家，即系话咧，你见到我呢个动作咧，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唔记得咗个 password 咧，都唔系太大件事嘅，即系永远都可以用个 seed phrase 咧 recover 翻出嚟 set 翻个新嘅 password 嘅。但系咧再提一次，唔见咗个 seed phrase 咧，咁就好大件事啦。咁呢度揿翻 import 啦。見到咧，我就可以成功咁開翻呢個 account 出嚟啦喎。咁點樣證明係同一個 account 咧？我哋可以望一望個 address 啦 ，copy 咗個 address 啦。我哋可以翻翻 botchain 呢一度。咁呢度咧 request 啦。咁我哋見到咧，我哋嘅 address 係 0xe 得。咁啊睇翻頭先嘅 address 究竟係咩咯喎？頭先 copy 咗噶嘛，我哋 paste 翻啦。咁對下係咪同一個啦？咁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咧就可以同時間咧喺兩邊咧用緊或者睇緊同一個 wallet 啦。呢個咧都答咗咧另外一位網友嘅問題嘅。佢個問題咧就係話，究竟呢啲 wallet 咧可唔可以同時間開啟啦？而家證明咗咧係可以嘅。仲有咧係有另一個問題嘅，好似呢個 MetaMask 咁啦，佢淨係 support 呢個 ETH 噶嘛。咁我喺 MetaMask 度開過呢個 wallet， 咁究竟我 Bitcoin 會唔會唔見咗咧？好直觀嘅答案咧就係唔會嘅。但係咧我哋都揾另一個 wallet support Bitcoin 嘅 wallet 咧去試一試同一個動作嘅。呢、这個 wallet 咧就叫 BitPay 啊，之前咧我已經試過一次噶啦，而家個 Bitcoin 嘅 address 咧就係呢一個啊，123……跟住我哋睇翻 botchain.com 咯喎，你見到咧好奇怪嘅，呢、这個係 1CGBQ， 點解會係咁嘅咧？因為咧有啲 wallet 咧係因為 security 嘅問題咧，每一次咧佢都會 generate 一個新嘅 address 出嚟嘅。如果我哋望翻個 setting 嗰度咧。呢度 key 1 Bitcoin address 啦，我哋望翻呢個 setting 咧，你就會見到咧，其實咧一開頭咧我 import 嘅時候咧，嗰個 address 咧就係 exactly 係 1CG++ADI 第一個嘅，
只不過咧係因為 security 嘅問題咧，佢每一次咧都會 generate 一個新嘅 address 嘅，即係話咧，只要你個 seed phrase 係一樣嘅話咧，你所有嘅 wallet 嘅 address 或者入邊嘅 token 啊，或者所有嘅資產啊，都可以完整咁保存到嘅。咁好啦，我哋重温一下啦，即係話如果你唔記得咗你個 wallet 嘅 password 啊，你屋企 touchwood 有大火燒咗你部電腦啊，乜都唔見咗都好啦，只要你個 seed phrase 仲喺度咧，你就可以 recover 翻所有加密貨幣嘅資產噶啦。呢方面我有少少自己嘅睇法嘅。雖然話你可以用 seed phrase 去唔同嘅 wallet 度 import 翻落去去睇翻你嘅資產啦，但你頭先都見到啦，唔同嘅 wallet 咧嘅設計咧係會有少少唔同嘅。最好咧，如果有啲咩事嘅時候咧，都係去翻同一間公司嗰個 wallet 度打開翻個 wallet 咧，應該就係最安全、最方便噶啦。另外啊，頭先都見到啦，你可以喺唔同嘅 software 或者唔同嘅地方咧，同時間開兩個同樣嘅 wallet 噶嘛。有啲人咧會咁樣做嘅，買兩個 hardware wallet， 兩個咧都係一模一樣嘅 seed phrase。咁跟住咧，一個咧就鎖喺一個好安全嘅地方，一個就拎出街用。萬一咧你出街嘅時候咧唔見咗嗰一個 wallet 咧，你就可以即刻翻屋企攞翻呢個 wallet 出嚟，去將你啲資產 send 去另一個地方。因為雖然話咧你唔見咗個 wallet 咧有 password 保護住，但係有 0.01 嘅機會咧係有個知道你 password 嘅人偷咗你個 wallet 噶嘛，所以咧如果你有另一個現成嘅 wallet 咧，就可以好快咁將你嘅資產轉移咗啦。希望今日嘅資訊會幫到大家。星期五咧如無意外咧會介紹一間本地嘅交易所啊。星期五再見，拜拜。幣圈有個講法就是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s， 意思就是話如果你不是真正擁有或者控制住嗰個 private keys 或者個 seed phrase 咧，嗰啲 coins 咧就唔等於係你擁有嘅。呢個説法我同意一半啦，當然你擺喺冷錢包咧，永遠都係最安全嘅。但我哋衡量方便性啦，擺喺 exchange 度 trade 啦，有時候咧擺喺一啲機構度收息啦 ，sales 呢啲啦，某程度上咧呢一種少少嘅安全性嘅交換咧，我覺得係 OK 嘅。究竟放幾多喺你個 cold wallet， 放幾多喺 exchange， 放幾多喺 sales 呢啲收息公司度咧？大家咧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啦。所以咧，我幾時都強調，如果你唔係擺喺 cold wallet 嘅話咧，嗰啲公司嘅信譽咧就係好重要嘅。